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掀开经本139面，从第三行看起。注解的第四段，若人能受持读诵此经，其无名则受真如之熏，其知见则受佛智之熏，世界得蒙佛如来加庇，成就无量无边功德。我们从这个地方知道，佛菩萨是怎样保佑众生，怎样加持众生，这是我们学佛人不能不知道的，否则的话就变成盲修瞎练，一味的迷信，那个是得不到佛法丝毫的利益。佛菩萨保佑我们，加持我们，是不是真有其事？确实是真有其事。那个事在哪里呢？这一段文上跟我们讲的就很清楚。若人能受持读诵此经，关键呢还是在受持两个字。受持，第一，经里面所讲的意义明了，纵然不能够彻底明了啊，也能够明了一个大概。其次，要认真努力去奉行，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把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要在生活上去做到，要是做不到，那不能算受持，一定要做到啊。那么这个经上最重要的，佛教给我们要看破宇宙人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常常记在心里。对自己、对人、对事、对一切万法，要常常啊如是观，观是观察，这一切有为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在行持上，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里面，
工作当中要把烦恼、忧虑、牵挂放下，这个才叫受持。读诵这部经啊，为什么要读诵呢？每读诵一遍，提醒我们一次，以免忘失掉了。不常常读诵啊，佛的这些教训都忘掉了。纵然没有忘掉，每读一遍，就好像佛亲自给我们说一遍一样。这个里面自自然然有一种亲切感，佛当面对我说法了。所以每读一遍呢，无明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就受真如的熏习。什么是真如？经典是真如。可是，这个经典是不是真如？究竟啊，有多少力量？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关键呢，完全是在受持。你有一分的受持，就得一分的熏习；有两分受持，你就得两分熏习。如果天天只念，念了也不懂意思，也不能依教奉行，那就没有什么大作用。这个熏习的力量啊，非常非常的薄弱啊，关键呢在受持。其知见则受佛知之训，经典是如来智慧的显现。金刚智慧呀，所以我们读诵一遍，我们的知见也不知不觉受如来知见的熏习。像《法华经》上所说的佛知佛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佛知佛见。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佛知佛见。常常读诵啊，常常受佛智慧的熏习，不知不觉的入佛之见了。这就是得佛如来的加持，这就是诸佛菩萨真正的保佑啊！这不是假的，不迷信啊。所以关键在受持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在本经里面呢重复了很多很多次啊，世尊是唯恐我们疏忽了啊，不断的在重复，这样自然就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佛知道这个人啊，佛也见到这个人啊，设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心里面起一个念头，佛菩萨都知道。
有些念头不太强烈，所谓是微细的念头，可能起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没有觉察到，诸佛菩萨早已经清清楚楚了。这个事情大家读无量寿经应该有相当程度的感受。佛在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不是说阿弥陀佛观念失智，不是，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们的能力几乎都恢复了，他的天眼洞视，天耳彻听，洞视彻听，能力比阿罗汉强得太多了。阿罗汉的天眼只能见一个小千世界，阿罗汉当中，这是以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而论，阿耨罗陀的天眼第一，他是修成的。他的天眼能量有多大？他能够见一个三千八千世界，也就是说他能见一个大千世界，比普通阿罗汉大得很多。普通阿罗汉只能见一个小千世界，可是诸位想一想，西方极乐世界那些人啊，天眼洞视，这个意思就是说尽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他都能看得见，所以他们那个能力这个六通的能力几几乎乎是跟八地菩萨完全相同，原教的八地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为什么一切诸佛都对于阿弥陀佛了那么样的尊敬，实在讲是有道理。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刚刚生过去的人，待业往生的人，那个神通的能力都跟八地菩萨一样大，这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没有的。我们这个世间点点滴滴都瞒不过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啊，那个人数啊没有法子计算。这个无量寿经上有比喻，诸位多了应该知道，无法计算。等觉菩萨都算不出来，真正是所谓为佛与佛方能究竟。我们今天很幸运，机缘太好，得人生闻佛法，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如果在这一生当中把这个事情啊疏忽掉了，那真是非常非常的可惜，一定要把握住，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戒德者，无论生疏男女，凡能受持读诵，无不如是成就。此经所说的礼于寺，与无量寿经、与华严法华平等无二，确实是大乘了义的经典。金刚经上跟我们讲的原理原则都是一等的，第一等的。凡是究竟了义的大经，里面决定没有差的，没有差别，决定是平等的。像《无量寿经》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无论是出家人在家人，无论是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只要能够受持读诵，所得的功德利益，就像经中所说的，无不如是成就。不是说出家人呢修行功德大了，在家人修行功德小啊，没这个事情。你这个想法呢，那叫做打妄想啊，不是事实。功德大小不在出家在家，与这个不相干。与什么有关系呢？与心的清净平等有关系。心越清净，功德就越大。心不清净啊，出家也枉然，也没用处。所以注重在受持上，受持我说个心地清净，经上讲的应无所住，无所住就是心里面没有妄想，没有执着，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是清净吧。所以是要看清净心的纯度，心越清净，功德就越殊胜，是这么个意思。即不明其意，但能读诵，以彼得之。如果对于《金刚经》的意思不能明了，这个不明意不是完全不明啊。不能够啊，有相当深度的明了。但能读诵啊，以彼得之。这个里面没有讲受持，只讲读诵。在我们学佛同学当中，无论在家出家，这个做法的人很多，读诵而不明义，读诵而不能受持，这种情形
很普遍，很普遍。如果他要不间断，每一天读诵，也得佛理的学习。他时间长了啊，总会有领悟的一天，不过是比较慢一点而已，啊，就是以彼得之。这样读诵的人，就跟我们念佛人里面呢，不懂得经义，啊，《无量寿经》《弥陀经》的意思他都不懂，他就会念阿弥陀佛。一天到晚老老实实，他也不打妄想，专念阿弥陀佛，他念成功了。啊，临命终时啊，有站着走的，坐着走的，瑞相非常殊胜。你问他经义，他一无所知。啊，他只晓得老实念。这样的人读《金刚经》行，他有功德。他凭什么呢？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因缘，他是凭借这个，所以他很老实，他念的时候也没有妄想，也没有分别执着，他能够老实念，他能够得离。底下是何以故？故具真实信心。这样的人呢，他有这个条件，他有真实的信心，真诚。我们俗话说，诚就灵了，诚就能够通达了。至诚读诵，心虽不解，后必开解。他用至诚恭敬心，天天读，读久了会开悟。这个开悟的道理并不难懂，一个呢是自己心真诚清净，他没有妄想，没有执着；第二个呢是每一天呢受般若的熏习，他读一遍就熏习一遍，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想到经上的句子，每想一句也是熏习一遍，常年累月不断地受这个般若的熏习，他怎么会不开悟？不定遇到什么机缘呢，他开悟？这个道理在此地，所以这个道理很明显，并不难懂。这就是诸佛菩萨对我们真正的保佑，真实的保佑。功德知自利利他，少龙佛种。这两句话，我们必须要把它看清楚，可不能把意思错会。经上有自利，再利他了，《金刚经》上的中心是为我们讲的不二法门的，经上一再告诉我们，诸法如意，万法一如。如果我们把自利跟利他看作两桩事情，你就没有般若智慧了。如果你真的般若智慧现前了，你晓得自利跟利他是一不是二啊。
这里一定要搞清楚啊。自利就是利他，利他就是自利，决定是一不少。要从哪里做呢？要从利他那一边做。为什么？因为我们五十界以来的烦恼习气太重，如果从自己这边做，决定增长我执，增长我见，这个四相破不了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怎么能破得了？啊，所以下手要从利他那个地方下手，一味为众生，决定不为自己，这个久而久之受般若受持读诵的熏习，这个四相啊不破，自自然然就淡了，自自然然就没有了，那就是自利了。所以诸位一定要记住，这个自利不是自己得名闻利养，不是自己得种种享受，不是的。自利是什么呢？破四相，破四见，利烦恼，开智慧，这是自利。所以一定要从利他边下手，你才会真正得到自利。如果你要是颠倒了，从自利这边下手啊，说老实话，你也没有办法利他。你学了一辈子，还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还是一个四相具足的六道凡夫。佛法里面常讲轮回心、菩提心，我们可以从这一句上来把它区分清楚。一切从自利上下手，轮回心，你造轮回业；一切从利他那边的去下手呢，是菩提心，你造的是菩萨业，不一样啊！这里唯恐诸位同学看到自利利他了，意思会错了意思，那个损失真的就太大太大了。能从利他里下手，底下那个少佛。少龙佛种啊，自然在其中。可见得自利利他、少龙佛种又是一桩事情，这不是两桩事情。少是继续的意思，就是我们讲的传宗接代呀、一代一代绵延下去，这个少是这个意思。龙。不但呢，一代一代要传下去，而且希望一代一代都能够发扬光大。龙是发扬光大了，佛菩萨祖师大德一代一代传到我们这里啊，我们今天接受了，接受佛法的承传，我们不但要把佛法传下去，而且要把它发扬光大。佛种在此地就是指金刚般若。如果在一般讲呢，那又是另外的一个讲法，在此地呀，就专指金刚般若啊。
在净土中讲，就专指念佛求生净土啊，那是佛种啊。戒德成就如是功德，这个功德就是八个字，自利利他，少农佛种。明其戒德成菩萨，乃至成佛也。佛的种子将来就成佛啊。佛的种子是什么呢？五住身心，就是做佛的种子，就是无上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觉悟的人彻底放下，迷惑的人啊是坚固的执着，不肯放下，迷雾的区分呢就在此地。什么是觉呢？放下是觉，执着是迷，这个意思也要常常想着。有个事情我们执着不肯放下，马上哎，我怎么又迷了？还是放下吧，放下就觉了。能够常常这样想啊，这个般若在你的心里面，般若在你生活里面呢，就起了作用。时时刻刻提醒你，时时刻刻，我怎么又迷了？怎么又为自己着想？这叫用功啊，这叫功夫得力了。果然有这个现象，一天呢有那么个两次三次就很好了，三五年之后你一定得好境界。如果一天一次都没有，这个不得了啊，这个就是业障很重很重了。这个一天呢24小时当中啊，那个般若光啊像闪电一样都没闪过一次，那这个问题很严重啊。这一天能够闪个两三次啊，好现象啊，很好的现象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放光啊，真正放光啊。总以劝人必须受持读诵此经，悟此心性，全性其修，全修正心。这个幕后八个字是大乘佛法修行的，也是纲领啊，也是总纲领。说的这么多，总而言之一句话呢，就是劝人必须，这个必须非常的肯定，一定要受持读诵这部经。关键还在受持这两个字，不仅是受持是本经的关键，受持是一切经论的关键。佛在这个大小乘一切经上常常这样子教导我们了，所以这两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依教奉行。
一定要去把它做到。能做就会开悟，就能够悟入心性。宗门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教下所讲的大开圆觉，都是这个意思。能够悟入，然后就是全心祈求。这句话不好懂，什么叫全心祈求？心是真如自性，真如自性是什么个样子？体是空寂的，作用是无实无虚，其修啊，就是指我们日常生活。我们整个的生活与无色无虚相应，无论是自己私人的生活，从早到晚穿衣吃饭，乃至于你每天去工作、去应酬、迎宾接客，念念都与无实无虚相应，那你过的这个日子不是凡夫的日子，你所过的这个日子是诸佛菩萨过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你所过的这个日子完全是金刚般若智慧，这叫全心祈求啊。谁能做到了呢？释迦牟尼佛在本经一开端所表现的，那就是做到了。经典里面所记载的，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五十三位善知识做到了他们的生活，他们表现这个身份，就跟我们现前社会大众一样，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啊。他们的生活确确实实都是做到了无住身心，都是展现出无虚无实。生活在这个境界里头啊，所以这个叫全心祈求，全修正心。正心，心就是法身，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完全显露在生活当中。眼所见的，耳所听的，身体所接触的，六根接触的境界全是真如本性，这叫正性啊。那么由此可知，修根正是一不是二，修根正要是分了家了，决定证不到。
证不到的，你那个修也没功夫，不能分呐、记住啊，经常跟我们讲的，如来者，诸法如也，诸法如意，万法亦如啊，这是圆教究竟的境界，圆满的境界。凡夫修行为什么成不了佛？为什么修行成就这样的艰难？就是凡夫不能把万法归一，一定要在一法里面把它分成许许多多，样样执着，这个是麻烦，这是病根呐、这个病是你自己搞出来的，不是别人呢做出来给你受的，不是啊，自作自受啊。所以还需要自己修自己悟自己证自己德啊，这个是别人帮不上忙的啊。因此我们要仔细观察诸佛菩萨啊，从这个里面呢得到启示，在这个里面你真正的学到东西。其次呢，再看这些祖师大德们，他们所展现在我们面前是什么样的榜样？近代在中国，虚云老和尚，印光大师。实现的好样子啊！他好在哪里呢？就是此地这两句话，他们一生所表现在外面的，就是全信其修，全修真性。你若是粗心大意，你见不出来。你看不出来，你要细心观察了，你看出来呀、你一定会赞叹稀有老和尚啊，这不是世尊的，是老和尚，稀有啊，就像须菩提赞叹释迦牟尼佛一样，被他看出来了，稀有世尊呢、你会赞叹这老和尚，哎呀，稀有，真是稀有。人家是全信其修啊，我们今天是什么样一个样子呢？我们是居住烦恼在全修啊，我们过的日子是烦恼啊，过的日子是无明啊，他们是全信，我们是全迷呀、全迷所修的就是惑业苦，迷惑造业，搞六道轮回的果报啊。我们干的是这个，跟他这个完全相反。他们是全修正信，我们是全修正迷呀、我们这所证的是无明啊，是妄想，我们搞的是这个。
这个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白。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即行进攻，把这部经典的功德功用显示到极处了。这第一段月生福现，这个经典呢能生福，是在讲福报是我们自性里面本来去做的，因为被无明烦恼盖覆住了，称信的福报不能现前。这一部经能帮助我们破无明断烦恼，使我们的信德完全显露。先从这一方面来说，佛为我们所说的，我们要是能够肯定地相信，你会感觉到法味无穷，法喜充满。这个自信里面本具的福报，就好像你家里头本来有的财富，你家里有金矿银矿啊，太多了，永远用不尽啊。现在怎么样子呢？现在你很穷，因为你这个矿没有开采，所以每天还必须去做零工赚一点钱生活，你说多可怜。家里这个金银器宝都没有开发出来嘛，金刚般若了帮助你开发出来，开发出来之后再不要去受这个辛苦，不要去做小工了，就这么个意思。请看经文，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呢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一身布施。我们看注解，行精功，即是行般若正智，般若智慧，此智乃是佛智，作为无上正等正觉。般若正智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如来果地上圆满的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尽虚空遍法界，过去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世尊历劫以来为众生勤苦修正所得无实无虚之法，这里教给我们，我们必须要记住，一切为众生，为众生你自己一定得福，
为什么？因为为众生呢，是你性德现前的。你真正破迷开悟了，这个是内在的清净，外面的缘设方一切诸佛菩萨护法善神，没有一个不赞叹你，没有一个不帮助你的。我们讲加持保佑，要用现在的话，帮助你啊，协助你啊，这个就是加持保佑啊，真正得到啊。为什么要那么小心量，念念都想自己啊，依旧迷惑颠倒，这个太可怜了。要学佛，佛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从来没有一个念头想到自己。若有一念想到自己，四相具足。我们读这部《金刚经》，如果《金刚经》里面很深的意思，我们没有能够体会到，没能够懂。能记住这一条啊，你的一生就受用不尽了。你慢慢的一定会开智慧，就如同经上所说的一样。为什么我念念呢要想众生，要想别人，想别人破思想，破四见，四相四见破除了，自性里面无量的智慧德能都现前，功德利益了，在此地佛做出一个榜样给我们看，永远生活在无时无虚这个境界当中，这个好啊，这是真实的境界。无时无虚就是无住生心，就是经上所说的应无所住而行不实，而行不实无虚啊，应无所住无实，永远遵循这个教训去生活，决定不错。无论你从事于哪一个行业，你遵循这个原则，你就是真正受持金刚般若波罗蜜。今将此法何盘托出，二乘此经。这个何盘托出是比喻，比喻什么？毫无保留啊！我连盘子都端出来了，全部拿出来了，一点保留都没有了，是这个意思。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他成佛成的什么？全部端出来了，连盘子端出来了，什么呢？金刚般若波罗蜜，是如来世尊的果地上所证得的，圆圆满满全部端出来了，就是这部经啊。未见性者，是以正确之图案指引众生到彼岸之方针。没见性的，我们都没见性。
没见心的人读金刚经呢，金刚经就像一个图案一样。我们在这个里面实实在在讲啊，得不到什么东西啊。如果稍稍能够体会一点，哎呀，才晓得这个经里头啊，妙意无穷啊，深广无尽呐！啊，他是世尊49年所说一切经的总的原理原则。总纲领啊，任何一部经典，不但是大乘经，包括一切小乘经，都不能出这个纲领的范围。换一句话说，金刚经呢，就像那个大树一样，树根啊，一切经呢，是这个树的枝叶花果啊，这个经是根本啊。修行最可贵的是把那个根本找到，从根本修，那个速度快，利益无边啊。不要从枝枝节节上修，枝枝节节好苦啊，好麻烦啊。会修的人从根本修，这个从根本修啊，禅宗讲的最多啊，禅宗语录里面啊，一提起从根本修，根本是心地。什么心呢？无实无虚，这是真心啊！这是《金刚经》上讲的透彻啊，无住身心，身心无住啊，这是根本呐！啊，真的要把根本呢认识清楚啊。搞明白了，那么由此可知，落实的心不是真心，落在空的心也不是真心啊。我们六道凡夫，世界落实啊，欲界也包括在这个色界里头啊，啊，欲界色界落实，无色界落空啊，与无实无虚完全相违背。所以纵然修到飞翔飞飞翔天，还是出不了三界啊。原因在哪里呢？用的是轮回心，落实的心，落空的心，都是轮回心，出不了三界啊。怎样出三界？无实无虚就出三界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用这个心啊，无实是心地清净，妄想分别执着通通离开了；无虚念念为一切众生。我们学佛的人，
为众生成名，这个要知道，念念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苦什么苦呢？今天的生活困苦，那个不是苦。今天他没饭吃，没衣服穿，不算苦。什么是苦？搞六道轮回是真苦啊！这将来堕三恶道，这个不得了啊！这个太苦了。啊，这个世间小苦，我们不必去帮助他了。啊，今天这个世间人，啊，你看看我们佛门里面，现在说实在话，问题也很多啊。啊，做一些慈善事业，帮助一些贫苦的人，这解决小苦啊，学会表扬赞叹。哦，这做了慈善家了，一表扬一赞叹，果报马上就爆掉了。福报就曝光了，做了也等于没做。我们查遍大藏经，释迦牟尼佛当年做事，在住世的时候没有做过这些慈善福利事业，没做啊。释迦牟尼佛做的是什么？大慈善啊，讲经说法了，帮助一切人破迷开悟啊，这是大慈善的。今天大慈善也没人做，做了也没人表扬你。实在讲，没有人表扬好啊，你的那个福报功德都在，没有露出去啊。啊，我们。中国俗话常讲积阴德啊，什么叫阴德呢？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赞叹你，没有人表扬你，这叫阴德了。阴德积得厚啊，后来果报不可思议，就发得大。这扬善是你所做一点点好事情，外头都知道，报纸也登了啊，电视台也广播了啊，大家也称赞了，曝光了，就完全没有了。你所做的那些恶啊，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骂你，那个恶越积越厚啊，将来果报也不可思议啊。所以大家要晓得，好事不要让人知道，何必让人知道？坏事要让人知道，人家看到你，这个人骂你一下，那个人瞪你一眼，这个都爆掉了，恶都爆掉了。啊，好的留的不要爆掉，恶的发怒忏悔，让大家都知道，啊，这样很快就爆掉了。那么这一段是说我们的境界，我们没见性，金刚般若了，就是同样诱导我们开悟的。金刚经细讲一遍很不容易啊，这个因缘非常稀有。因为讲一遍呢，时间要很长。啊，古时候真的有这个善根深厚的人，啊，古时候讲经啊，不像现在这么普遍，都是老法师啊在寺院里讲经。可是有一些人远道听到啊，某个地方。在什么时候讲这部经，
所以在家居士可以到庙里面去讨金丹，就讨金丹。金丹就是讨金丹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想听这部经，我要住在这个寺庙里。所以从前的寺庙它有内院的外院，内院的出家人，外院的就是这些居士们，让给他们住的。他们讨金丹，当然寺庙里头也分一份工作给他们做，好像这个整理呀、这个道场环境啊，有一些零碎事情他们做的，分配给他们做，讲经的时候他们都入席来听经，一部经听完了他离开道场，他回去。从前有这个制度，所以一部经你想差不多这个法华楞严要讲半年，华严经一般是讲一年到两年，他能够住在寺庙里头把一部经听完，每一天受这个熏习，即行相应。所以我们看这个居士传里面有很多开悟正果的，他是长时期不断的在学习，所以得到这种效果。那么由此可知，大经讲一遍的确不容易，因缘非常的稀有，往后可以说呢越来越难。我们整个世界这个社会结构起了很大的变化，走上这个工业这个时代，工商时代，大家工作非常的忙碌，确确实实是分秒必争，哪有时间来听大经？所以这个缘分呢越来越少，因此讲大经这个机会呀越来越可贵，相当不容易。幕后这一句，以亲身经验告人呢，必有所遵循故也。金刚经是释迦牟尼佛从初发心到正果亲身的经历，他怎么成就的？就是依循无实无虚而成就的。生生世世都不违背这个原则，所以才能成佛。我们要用无实无虚这种心来生活，念佛求生净土是决定化成。而且品位一定很高，你往生一定很自在。不仅是欲知实知，果然做到无实无虚，可以说你已经得生死自在，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极乐世界随时去，没有限制的。你果然做到无实无虚，因为你已经把轮回心转成菩提心了。我们这个地方人生死有命啊，命是什么呢？轮回心的命啊。你把这个心转成菩提心的时候，那个命运就超越了，命运再也不能够拘束你了，你就在生死里面得大自在。
此经是佛佛传家法宝，世尊应给予传授家宝，给予一切众生皆知此经之大不可思议。正所谓开自性三宝，成常住三宝。这几句话非常难得，若非过来人呢，这几句话说不出来的。我们这个经本上，在封面上呢，有一个长长的一个小印，这几个字如来唯一真传。我在台湾请一个台湾最有名的一个经史家替我刻我请他给我刻了两颗另外一颗印呢就在这个封面的底面后面祝福真传之宝啊！要晓得这个经典的可贵呀，真实不可思议呀！佛佛传家之宝，说明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呐。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是传家之宝啊！世尊也急着要找传人呐、所以你要是真正能够依教奉行，真正进入我们的生活，其如到无实无虚，你就接受释迦牟尼佛传家之宝了。你从此你的生活在无实无虚之中，你生活在金刚般若之中啊，你生活在无上正等正觉之中啊，跟诸佛菩萨无二无别，你得到传家之宝了。很可惜，这样宝贵的东西，世间人不识货。你看看，你把这个金刚经送给他。他不感谢你，这有什么了不起啊？你要送100万美金给他，他肯定可，哎呀，你是我的大恩人，这个不得了了，那100万美金算什么呢？不识货啊！这就是佛在经上常讲的可怜悯者，他为什么可怜呢？真正的珍宝他不认识，送给他他也不要啊，这才可惜了。佛急着要传给一切众生，借知此经之大不可思议。如果对这个经典它的价值它的意义不能稍稍体会，实在讲呢它得不到利益
啊，因为这个经确确实实能够帮助我开自信三宝。这个开是开悟啊，就是前面所说的全心起修，成就常住三宝，就是全修正性。三宝要说一说，最怕的是在这些名相上发生了误会，所以这个开经偈的确是写得好，愿解如来真实义，自信三宝常住三宝的真实义是什么？如果错会了意思，三世佛都很冤枉啊！佛没有说错，你把意思听错了。自信本来具足，不是从外来的，是自己真心本性里头本来有的。三宝是什么呢？觉正净，觉是般若智慧，无上正等正觉，这是佛宝。正是正知正见，佛知佛见，佛的知见是什么？《金刚经》上这一句话也就说尽了，无实无虚，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佛知佛见。身是什么呢？身是自性清净心，一尘不染啊。尘是什么呢？五欲六尘。自性清净心没有啊，这个叫自性三宝。佛是觉，法是正知正见，身是清净不染。尘常住三宝，常住三宝是什么呢？跟我们一般讲的常住不一样啊。我们一般讲常住，这寺庙供养的佛像佛宝，经书是法宝，出家人是僧宝，不是这个意思。你要这样会的时候呢，你完全把意思会错了。这是成就自己的常住三宝，不是别人的常住三宝，自家的常住三宝。自家常住三宝是从哪讲？从相上讲的，从用上讲的。开发自信三宝是从体上讲的，这个说法呢，诸位比较容易体会。常住三宝就是从生活上讲的，我穿衣吃饭，日常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聚而不迷。什么是觉呢？
方看破是绝了。一切法无实无虚啊。怎么是不迷呢？放得下就不迷呀、啊，看破放下了，心里面一丝毫都不沾染了。我在生活当中是这么做，这是常住的佛宝。法宝是什么？真知真见。用来干什么的？用来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无论在言语上，在形象上，在动作上，都给众生做好榜样。都帮助众生，启发众生，破迷开悟。这是自己常住的法宝啊！心清净，身清净，境界清净。我们住所清净，工作环境清净，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是我们自己常住僧宝啊。这才是这一句的意思啊，正所谓开发自性三宝，成常住三宝。这个自利就是利他，利他就是自利。做表率，做榜样啊，给人看啊。明白这个道理，知道怎么个修法，我们个人要给一切人做好样子，我的家庭要给一切家庭做榜样啊！世界第一家庭啊，菩萨家庭啊！你做生意开个公司，你的公司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公司都比不上你，你这个公司是一切公司的好榜样。同样一个道理，无论在哪一个行业当中，金刚般若都帮助你达到巅峰啊！你从政治理一个国家，你这个国家是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好榜样。这叫开发自性三宝，成常住三宝。所以这个意思深广无尽啊，不能看错了啊！错会了佛的意思，那哪里是金刚般若？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自己如果有个小的道场，不管道场怎样，依照这个原理原则来修行，来教导你，这个道场就是所有一切道场的模范典型。
能住持三宝者，就极地限度言之，亦足以启发善心，挽回时运，此经之最大宗旨也。这就不再说大了，把这个住持三宝降到最低的水平，最低的水平啊，也是劝人断恶修善啊。人人都知道断恶修善，这天下太平了。今天这个世间有不少人呢，都在那里追求世界和平。世界和平要怎样才能达到？要弘扬佛法。我们中国人以为善的，外国人以为不敬善。比如说吧，我们中国人认为红色是善的，大家看到都很喜欢；外国人说白色是善，他们喜欢白色的。中国跟外国标准不一样，古人跟今人的标准也不一样。善恶标准到底从哪里去？佛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标准，凡是与众生有利益的都是善，凡是与个人有利益的都是恶，这是佛家的标准。这个标准要是说对一切众生有利的都是善，大家会点头，可以同意，可以接受。说对自己有好处的都是恶，很多人摇头，不同意。必须要把它讲解清楚，要说明白，为什么佛要这样说？佛说的有道理呀。佛是叫我们断烦恼开智慧呀，这个念念都有我，是烦恼的根源，是生死的根源，也是所有一切病痛的根源。你为什么会害病？你为什么生活过得这么苦？病根就在我。如果能把我淡一点，你的日子就过得很幸福，就会很快乐。我们学佛的人还必须对佛法真正能深入一层的人懂得，能够同意佛这个说法，肯定佛讲的有道理，确实没错，是我们自己错了。所以我们这个善恶呢，要守住这个标准，绝对的标准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绝对的标准呢是无实无虚，那必须是对宇宙人生呢有相当的觉悟。有相当程度的体会，他才能接受，他才能够学习。所以纵然一般人达到不了这个程度，总而言之，劝善是所有佛经最低的水准最低的水准，都是这个归故全善，确实能够达到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的
目标。这个是这个经的最大的宗旨，就是很大的用途。行经公众，这段文也很长，先贤能生殊胜之福，先从这上讲，从生福上讲。佛用比喻说，云一日三时，古时候的印度，他把一天分成了六时，昼三时，夜三时。那在经里面所记载的呢，这个昼三时叫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这是白天的三时；晚上是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它分六个时间。古代在中国，把这个夜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我们中国用丝绸、寅卯、辰巳、午未，用这个来代表这个时辰的单位。那么现代可以说是全世界我们都采取西洋的分法，把夜昼夜分成十二个时辰，那这个二十四个时辰，所以我们中国叫小时，二十四小时。外国人只是二十四时，没有说小时，中国人叫它就小时。为什么小呢？它比我们中国的时辰小，我们中国一个时辰是他们是现在的两小时，所以叫做小时。那么印度的时辰比我们中国大，它一个时辰啊是我们中国的两个时辰，是现在的四小时。这个诸位要懂你要不懂，你读经你看经上去有很多就发生问题了。你想这个台湾这些年来为了祈求这个国家的平安、社会安定，每一年都发起做人亡护国法会这是好事情。很可惜的，人亡经里面所讲的东西搞不清楚，发挥期间当中佛在经上讲得清清楚楚，每一天这个读诵讲解经典呢二十个每一天二十个读诵讲解，如果现在是两个小时，那错到哪里去了？人家的二十是古时候印度的二十啊，夜时是现在四小时啊，二十是八个小时啊。能不能救国家？真能救国家。所以现在人王发挥的时候，跟人王经里面的意思完全相悖。经上讲请一百个法师，那就请一百个法师来，每一天把这个经念一念，这个就能护国了，哪有这回事情啊。没有这个道理呀。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的地区，是佛看到这个地区有灾难如何来挽救呢？要从人心上挽救，要大家开智慧不要迷惑颠倒在灾难期间当中要达成共识要把自己
自己的利益暂时要放在一边了，要团结起来啊，才能够救国，才能解决问题啊。他这个经历都是这么个道理啊。啊，那100个法师，那个不是数字啊，不代表圆满了。法师干什么的？平常是教化众生，每个人教化一方。啊，这个时候有灾难了，各个人教化的也许不相同，啊，理论方法也许都不一样。有灾难的时候，这些法师通通集合起来，我们研究在这段期间当中，应该要怎样教化众生，我们要统一。啊，思想统一，见解统一，做法统一，说法统一，啊，他们在这里接受短期训练，然后再分到各个地方去，就能够带动全国，这才能救国啊！这个叫人王护国法会呀、啊。你今天找几个法师，每天敲着五蕴念念经是什么？你国家念亡了，还是佛菩萨不灵？你是糟糕不糟糕？啊，这个真正是。误解如来真实意呀、啊，那天大的误会呀、啊！这佛不是这么教你的，一定要懂得人王护国法会是救国会议呀、啊！啊，国家有灾难的时候召开的救国会议呀、啊！啊，是把全国知识分子集合起来，啊，如何教导这个全国众生在这一个苦难阶段当中？达成共识，所以佛法就真实的功德。现代一般人社会上说我们佛教迷信，我们所表现里头十足的迷信。可是佛并不迷信，菩萨不迷信，我们这些人迷信。造成这个社会的形象，啊，我们十足的迷信，啊，对于这个经义完全不了解，啊，所以这个诸位必须要晓得，啊，这是经上所讲的一时二时的，一时现在四小时，二时是八小时，啊，对，一日三时，也不可速记之生命不实。比前面那个七宝布施啊，殊胜太多了。啊，七宝身外之物容易使，这是生命啊内财，这个难使，难使能使，不是谁一次，历史长久。发这个心不容易，啊，我们这个身体一世只有一个身体，只能布施一次。无量百千万劫，诸位想想，这生生世世啊，舍身去布施，这很不容易啊！这样的心真的是难发。菩萨能发，你说菩萨为什么能发呢？因为菩萨知道无实无虚，他就容易了。众生为什么难发呢？因为他落实，他做实了，他认为这个身体是实在的，所以要叫他舍这个身，舍这个命啊，好像那难到极处了。啊，什么都肯舍，这个命他不能舍。他不晓得无实无虚，懂得无实无虚的舍身就轻而易举了，啊，所以往生会自在，随时可以走啊，就是因为什么？你能够放下啊，你现在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啊？舍不得这个身啊，啊，还不想离开他，不晓得这个身是累赘呀。什么时候你能够舍身呢？什么时候就能往生呢？
所以这布施重疾啊，时间长疾，布施重疾，行愿坚疾，坚固到极点了，是菩萨之心门，这是菩萨心。我们要学菩萨，都得学这个。生命上且能学，还有什么不能学的？佛这样教我们，中国儒家虽然没有这样就近，他也教给我们学生。世间善人并不把身体享受看得很重，儒家趣里面有一句，安安而能谦，这是儒家教给我们的。两个安，第一个是心安，第二个是身安。你看身心都安乐，那都快乐都自在啊。国家社会大众有需要你的时候，你能够把身心安稳放弃为国家为社会服务，跟这个意思一样啊，能使，所以是舍己为人啊。儒家这两个安说的相当的具体啊，有些人自己生活很舒适了，他不肯舍弃，不肯放弃自己安乐的生活，要去奔波，要去受限，辛苦啊！儒跟佛都是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啊，所以这是大教啊，我们中国人称为圣教，圣贤人的教。能够舍身为人，那么这就是菩萨行。福德之大，岂可以数计？而不及闻此经而生信者，何故？此理下降。菩萨这样的布施，这样的行持，那个福德呢，不可以称量啊。但是他所修的福啊，还比不上闻这个经典，这个经文在底下。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若佛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甚彼。这个人的福报胜过前面无量劫无量生命的布施啊，那个福比不上啊闻此经信心不逆。这个我们能相信吗？一般人呢不会相信的，不能接受的。原因在哪里？下面这段经文呢，要为我们说明。这个关键的字眼呢，就在“不逆”这两个字。
如果做不到这两个字，你文经的福报还是比不上人家布施的福报，绝对比不上的。如果是不逆的话，那你超过他，真的超过他。看注解里头，不逆不违也，决定照做，绝不违背，这个才叫不逆啊。闻此经，深信非依此行不可，这个叫不逆。我们听到这个经，读到这个经，有没有发起这个心？非依此经的教诲去做不可。什么教诲？无实无虚，无助身心，身心无助。你是不是真的要这么去做？发起业业如法行之之大行，是为信心不逆，即是法决定其行之信心。这发的是这个心，决定一脚行。诸位要想，如果真正你发这个大心，决定依《金刚经》的教训去做，那你是什么人呢？你现在就是圆教初住菩萨，从凡夫一下就入了化身大士之流啊！这个功德不是前面修布施啊，什么内财外财啊，比不上啊，没法子比。信心不逆太难太难，其福正知下文何等如来，当得菩提，果报不可思议，故非他福所可比拟。那个福报是什么？底下经文是讲的，这个人呢，何等如来，就是续佛慧命。集成如来度化一切众生的事业，佛的事业是教化一切众生的。今天佛不在世，他来承担这个教化众生的这个担子，那就等于佛了。佛是法王啊，这个人就是法王子。他当得菩提，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得菩提，他要成佛，果报不可思议。成佛是出世间究竟圆满的果报，一切菩萨所修的怎么能比得上？这个人能够何但如来加业，续佛慧命，少龙佛种，当得菩提，当然殊胜无比了。这是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了。前面所说的布施是在讲，如果不见性的话，都是三界的福报啊！财布施得财富啊，世间人不明佛理，不知道事实真相，人家发了财。
很羡慕他，很嫉妒他，造罪业。一定要知道，那财从哪来的？绝对不是哦，他很聪明啊，他很能干，比他聪明的人多的是，比他能干的人多的是。为什么那些人不发财，他发财？他运气好啊，比他运气好的人也多的是。为什么那些运气好的人不发财，偏偏他发财？唯有佛法讲的透彻，讲的实在呀。前世他修财布施多，他这一世得多财富。他要修的法布施多，他有聪明智慧，这果报吗？他修无为布施多，他得健康长寿，像这个舍身布施的得健康长寿。我们如果想财富，想聪明智慧，想健康长寿，你就修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你一味努力去修，果报就会现前。你要不肯修呢，你的一生都受命运的支配。命运从哪里来的？前世所修的，前世修的因呢，今生得的果报啊。点点滴滴都没有办法离开因果的定律。学佛的人要相信业报啊，业报是命运真正的主宰。你多做善业，不做恶业，前途一片光明啊！你的生活自自然然会改善了啊！事业工作自自然然会顺利，不要怀疑啊！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去做，感应之快，不可思议。啊，了凡四训把这些理跟事都讲得非常透彻。那么最近这一边呢，有两位同修啊，也是常常在这听经的，他们两个发心将了凡四训呢印了10000本。好像这两天就要印好了，印好之后拿到这边给大家借阅。那么我把这个书的题目呢换了一下，因为那以前那个题目啊看到不醒目，我换了8个字，这个书的题目啊叫《改造命运，心想事成》。大家看到这个一定很动心了。